不是把他妈第五给速度也吗？也没他妈给啊！我操！哎，我他妈谁呀？我操了！第五期限了吧？延期了，快点期限！葡萄开花叫什么技能？他知道。单烧还是鸟精？单烧，单烧，单烧，二重吧，二重单烧了，好吧，宝宝刚二重，快！这是哪个服务器啊？不说，我有艺术。哦直接补留一点是吧？我猜。魔王当五号吧，魔王当五号吧，五号单了，好吧。普陀的话，紧箍咒先勒对面的盘是吧？盘是勒了，哪都是你，好吧，把他勒了，勒了哈，勒了哈。魔王烧五号，宝宝干五八五干了。地府没事，爪子抓，地府丢灵芝了，可以。好像不需要爪子抓，我就是医术。我还需要抓的。他马多呀，咱马没他多吧？他盘是好慢，不对，不用灵了，不用灵了，他好慢好慢，他超级慢，他妈武装比盘是还快。抓还是要抓的，没事啊，我抓的我花的永远比他快的话，他就没法进牢嘛，对吧？要没事的这个情况下，化身有大文哥，罗汉呢？我出了宝宝里头了吧？糖果里起牛劲，宝宝的话解封普的吧，普的解了，好吧，我们宝宝继续拍，拍五号吧，五号继续拍了，普的继续估了哈，估不出来，上塔，估不了，拆塔，拆塔啊！你们那淘宝没你快，拆塔，拆塔，不是，妈给我笑了。他妈要下手了呀！这这什么伤害呀？我操！我可以金星。你可以进行魔王金金，好吧，化身或者活普陀，普陀宠出一个，出宠出宠，地府毒吧，回点血吧，别管我了，好吧，我们宝宝五号拍了，先拍五，先拍五，不一定活出来啊，他武装可以套我，普陀，你给我武装点个灯啊！地府的我拉啊，地府的我拉武装 ，OK， 点准点啊！地府的我拉武装，我拉普陀，普陀给我点灯，给我灯点一个，我都死不了。化身赶紧活血，
龙龟给化成那个龙龟给化成冰雪，把雪人顶了。宝宝清二号，魔王单烧好不好？单烧了，快点，单烧的，点给我点灯。哎呀，你是那个禁鸟，你怎么给自己点了？还可以级别技，他这是第一次干斧托嘛？没办法，他肯定套我的呀，我是上那个纸人。我死了，关键是我起不来呀。那没办法呀，你下不再说了，那操作完了你咋整？他这个头像的变身卡怎么取消的哟？四个大花，时间又少，一下没认出来。不着急，不着急，喂，你不是你点右边头像，你看角色呀，他男的吗？出个双灯吧，妈的，给我登上好吧？哎呦，傻子操作。收了吧，下去。你给我点个灯，我死不了。我这把强筋了吧，强筋放掉了。强筋的活就活一口。收了吧，收了吧。他，我点这右边这个头像全是卡片的，这哦，我搞定了。不是啊，你点那个啥嘛，他不是有个搞定了。对，有个脸嘛。那就能看出来了。不是黑老你PS开号打开的呀，你打不带的，你这老背锅呀。不过这个魔王确实凶啊，把缺苗扑了一万啊。韩国点召唤，把宝宝收了，快点！十五能套中嘴吧？百发百中，一次没失误。准备。